热的黑眼中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。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。私了的人，但是我在讨老婆这件事情上，我还就较上真了。这辈子，如果我娶不到你，我绝不罢休。多合适。做不到你妈喜欢的那样，贤妻良母的样子啊！你这么快就想当良母了？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，我总觉得我在你面前特别傻。挺好的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啊！你也觉得我傻？我平常觉得我自己挺聪明的。不。哭多了要长皱纹的。我觉得你还是笑起来好看。嘿，这一点我自己更清楚。张姐，跟我在一起呢，你只要负责漂亮和开心就好，贤惠就包在我身上啊。咱们俩的缘分是天注定的，谁都没法把我们俩分开。又怎么了？吃什么了？啊，那个，我早上吃了两个韭菜馅饼。这是我的初吻。别人回忆初吻的时候，都是鲜花、蜡烛，还有海誓山盟什么的。我的初吻就是两个韭菜馅饼。弟，假的。花是假的，我是真的。给你我的全部。
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，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，怕你忧伤怕你哭，怕你孤单怕你孤独。红尘千山，究竟什么是结婚的必要条件呢？争取一栋房子，获得一个安稳的家，拥有一辆车，免于辛劳奔波，经济稳定，身体健康，父母满意。叫妈妈。到了。哪个是你家呀？那个二楼，就我们家。来喽，孟师傅，你们这是要开客厅啊？哎呀，我忘了您住隔壁，吵到您了，对不起啊。招娣，快把音乐关了。这房子也刷了，家具也置办了，还真要做邻居了。我说啊，以后就得请您多多关照了。我先给你提个醒啊，我年纪大了，神经有点衰弱，但凡有点动静我就睡不着觉。你们要是天天这么折腾，我可是要向领导反映的，到时候他们把房子收了可赖不着我。哎，孟师傅，我保证下不为例。记住就好，一切时间禁止噪音与喧哗。哎，禁止乱扔垃圾。谢孟师傅。孟师傅再见。哎呀，继续。鱼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不认输。这，哎呦，哎，这放哪儿了呢？来弟啊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户口本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看你姐最近啊心神不定的，好像不大对头。哎，说好了跟那个程野分手的，也是犹犹豫豫的藕断丝连。他这个人啊，耳朵根子软，人家跟他一说好话就迷糊了。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，我就想为了以防万一呢，把这个户口本把它给藏起来。可是我刚才找不着了。哎，你拿了没有？怎么可能？我要户口本来干嘛？也是啊，你要户口本干嘛？就是，你再找找。可我原来一直放在抽屉里的呀。哎，爸。不会我姐已经把户口本拿走了吧？不会吧？哎呦，我难说，她这个人脑子一热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！你想想。哎呀，完了，嗨，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！哎，您先别
别着急啊。您上我们屋找过吗？嗯，那这户口本还可能还在家里面。你上我姐那抽屉里翻一翻呀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看看。歇会儿吧，别找了，这家都让你给掀了。我女儿都跟别人私定终身了，我还要这个家干嘛？你又不止她一个女儿，你还有我呀。你有什么用啊？我让你盯紧你姐，盯紧你姐，现在倒好，她偷偷跟人结婚了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哎，你这个火冲我发的莫名其妙，好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先不要着急。还不着急？我女儿都跟别人跑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哎呀，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呀？哎，哇，怎么了？这是招小偷了？终于回来了，抓的就是你这个小偷内贼。谁是贼呀？我问你，干什么去了？找陈野去了。成毅，又是成毅啊！你看，我就知道你跟这个成毅啊分不了。干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跟成毅分不了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偷偷的跟他登记去了？谁登记了？没登记啊？没有啊。那。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不是这个户口本儿。什么户口本儿？李招娣呀，李招娣，你这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？你想背着我偷偷的跟这个陈爷领了结婚证，来个先斩后奏，我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想都不要想。李招娣，你赶紧把户口本交出来！你看爸爸都气成什么样子了！我真的没有拿户口本，还不承认啊你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跟这个程野私定终身，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！不认我？你说的是吧？对，户口本就是我拿的，我登记去了，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满意了？你居然还不认我了？你要是非得拆散我和陈野，那我就先结婚，然后离婚，然后再嫁，到时候我找一个比你岁数大的还老的一个糟老头，我看你怎么办！不要脸！你说我？对，我就不要脸了。你要是想让我和陈野分开，我告诉你。不可能！你想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，不认我这个女儿，想都不要想！走啊走啊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我出去！你在我房间待着，哎，我的房间，我也疯了，疯了！我的房间。是领证了，我算是怎么回事啊？
生气啊？我今天是一时心急，才那么说的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偷户口本，也没有去登记。您真打算跟我恩断义绝啊？就为了那个臭小子，连女儿都不要了吗？哎呀，我看顾秦无意的人是你。是。爸是无情无义，又卖女儿，又不希望女儿找个好人家，也不希望女儿能过上好日子，行了吧？别生气了吧，我错了。户口本啊，爸找到了，这事儿我冤枉你了。就是嘛，嫁妆我还没收到呢，我哪舍得把自己嫁出去呢？吃里扒外啊，这还没嫁人呢，就已经想着要把娘家的东西往外搬啊你？才不是呢！哎呀，妹妹啊，你真的确定嫁给程烨了？嗯。爸，我知道你不满意程烨，你怕我嫁给他之后会吃苦头，但是要嫁给他的是我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哎，这话你记住了啊，回头我也给你记在小本子上，哪天你要哭着回来找我，我让你抄100遍。绝对不会。爸，你是同意了是吗？等着，没良心的。哎，嗯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件西装是给谁做的？这谁的尺寸？给陈野的。怎么样？爸是想啊，这事既然已经定下来了，咱们就早点把婚礼办了，省得夜长梦多。你看，我做的这个西装，陈野就是穿在婚礼上也不丢人，裴罗蒙也就这水平，当然不丢人了，穿到联合国也不丢人啊！哎，有一个当裁缝的爸爸，真的是最幸福的事儿。你呀，就是这张嘴甜。那，这件旗袍从你18岁一直到23岁，整整做了5年。今天改改这个地方，明天改改那个地方。做的时候我总在想，哪天囡囡回家跟我说，爸，我要结婚了，我就把这旗袍拿出来让你穿上。现在看来，他真的要派上用场了。可是我这会儿又有点舍不得。
妈，我要嫁了。爸，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！我的女儿是最漂亮的新娘子。爸，你抱个小猪存钱罐干嘛呀？哦，这也是你的嫁妆。等你到了新家以后啊，一定要把它好好的收起来，哎，千万千万不能丢了啊！这里面是什么？现在不能告诉你，这里啊，全是爸爸的锦囊妙计，到了关键时候，你才把它打开，啊！好。哦，你妹妹也有一个。他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。好啊，到时候我倒是要看一看，里面是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什么馊主意？全锦囊妙计，我告诉你。啊，对了，这两天我关照你的话，你都记住了没有？你说呢？我当然记住了。你一天说八遍，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说给我听听。第一，要管住陈野的钱；第二，别惹陈野的妈。第三，有困难找爸爸。我跟你再倒一倒，第一，别惹程野的妈；第二，管住程野的钱。来来来，坐下。哎呀，妞妞啊，爸爸最后再说一句，别嫌我烦啊。我这个小时装店啊，在剪刀巷开了有20年了吧？嗯，全靠两个字，实在。我给人做衣服，用多少料子就是多少料子，从来都不作假。你要别人对你好，你就得先把自己的心交给人家。这两个人过日子啊，也是一样的，要以心交心。千万千万不能算计，记住了吧？嗯。哎，你妈要是在啊，肯定是哭得稀里哗啦。啊，她出嫁那天，嘿嘿，那个哭得叫惊天动地、梨花带雨啊，还有她那些小姐妹。三姑六婆，围着他陪他一块哭，哭得我那个叫心慌呀！要是知道你出嫁了，那他肯定哭得个天翻地覆。妈，不说不说了啊！别哭，别哭啊！陈野来了，新郎官来了，叔叔，哎，招弟，你今天真美。嗯，啊，嗯，好像是肥了半寸。嗨，为伊消的人憔悴吧，是有点出料。哎，有一个，好好好，好，合适多了。怎么样，妞妞是我的宝贝疙瘩，要不是她一定要嫁给你啊，我还真舍不得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要是敢欺负他，嘿嘿，我跟你没完。您放心吧。老爸，你看，
穿上我这身西装，哎，还真有模有样的啊。林阳，我把招娣交给你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，叔叔你就放一百个心吧。怎么还叫叔叔啊？爸！有车队，马上就到了。车队，对，几个轮子的呀？几个轮子都有。这什么车队啊？劳动人民的车队啊！爸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陈岩啊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。爸，您放心。爸，奶奶走了。岁月让我无怨无悔，全心的付出。怕你忧伤，怕你哭，怕你孤单，怕你孤独。红尘千山万里路，我可以朝朝暮暮，给你一条我的路。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。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，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风风不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。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。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，一二三，走你！不认输。哎哎哎哎！
谁说交杯是这么喝的？那怎么喝啊？那得亲密点啊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。少了呀！哎呀，好了呀！我家女儿高兴，我就要喝。是这样，日子过得真快啊！总觉得陈爷昨天还在学校里头给老师罚站，今天当新郎官了。年纪长了，心眼也长，找这么一个没脑子的老婆，将来日子看他怎么过吧。是不是觉得陈爷结婚太着急？现在知道担心了。你这都是马后炮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啊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来，新娘子。回来了。啊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哎，红包准备好没？在包里。那快进去吧。你们也赶紧办事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我得过来报仇雪恨的。我呀，那得看着他。妈呀，还没过我的考验期呢。哎，家大家该吃吃该喝喝啊，吃海鲜，玩海鲜。好啊，吃啊。来来来来，你先吃吃不结婚是不是？嗯，那我一些名画，当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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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啊。我一些名画有主啊。呀，真回来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陈坤、苏娜，这是你招弟，我老婆，你嫂子，我老婆，真漂亮，恭喜你们！哎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爸妈在最那桌，等你们半天了，赶紧过去。你看陈坤，表面上风轻云淡，他心里那个嫉妒的火焰已经烧滚烫了。前面一个葛青，后面一个苏娜，你这新欢旧爱的，快凑成一桌麻将了。嗨，谁让我人缘好？哦，这，哎呀，你刚结婚就想当寡妇，你看这有真，扎死我了。爸，妈，陈坤，陈坤，哎呀，好，亲家，亲家。我隆重地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的小儿子陈坤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，人才。啊，好父亲，好父亲，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。他不会喝，他不会喝的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爸爸喝多了。别打，你来一块啊。阿姨，哎呦，哎呦，谢谢，来新娘来，谢谢谢谢。陈姐啊，你不得了啊，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哎！哎呦，看这眉眼像电影明星，就是就是就是。我们干了，你们随意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好嘞，素芝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看谁来了？是陈坤回来了，哎，还带女朋友了，走走走，哎，快咱们去看看。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。过去看看。就看个新鲜嘛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刚到。哎呦。越来越帅了呀！这个是他的女朋友小苏姑娘。阿姨们好。那你怎么不跟你哥哥来个双喜临门呢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这个孩子真的是很懂事，他学习很忙。哥哥结婚，我说你不用回来，不用回来了。他突然跑回来了。刘姐，你好了吧？啊，你知足吧？啊，我要是有这么个懂事的大儿子，我这是每天睡觉都要笑笑好几回的。有有。红姨，妈。先聊天，快点回来啊！哟，这帅小伙子，对呀对呀。这都结婚了，还没个正形。那，给你的。呵，够意思，还挺厚。跟你说点正经的，爸已经知道苏娜是谁了。爸怎么知道的？说来
话长啊，昨儿他心脏病都快犯了，这两天他肯定会找你谈话的，你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来，那个你拿着，得了奖学金吧，吃几顿好的，别光买书。进去吧。今天是你跟我大喜的日子啊！别老丧着个脸，笑笑，笑个笑个，哎，多帅啊！走。小苏姑娘，我怎么越看你越面熟？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是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好像没有见过你。大哥，我看不懂，这是什么？你在哪里拿的啊？不要乱拿东西啊！这是什么呀？奶奶看不懂，叫这个阿姨看看这是什么。陈坤被我校物理系录取，麻省理工。这是哪里的录取通知书？麻省理工，美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。美国，我的天哪！美国，到美国去读书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好厉害！哎哎，给我们钱！哎，小丽，我还没见过你，怎么了？你肯定是想这样子，想这样干嘛？哎，刘姐，刘姐，拿来看看。哎呦，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哥咋了？妈，怎么随便翻我东西啊？秋坤啊，你要到美国去读书去了？小苏姑娘，那个麻省大不大？在美国什么地方？妈，我申请了公派留学，刚办下来，月底可能要去美国，签证也下来了。哎呀，坤坤啊，你好厉害呀！哎，刘姐，刘姐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你们家今天是双喜临门嘛。哎，秋坤，这出国还是念研究生吗？这学物理的将来能找什么工作呀？我孩子也想公派啊！你快让陈坤跟他教授教授经验呀！陈坤啊，你跟阿姨们说一说你是怎么学习的，让弟弟妹妹们都好好向你学习学习。哎，这里是结婚典礼还是经验分享会啊？各位阿姨、爸妈，改天我一定跟你们好好说。今天我还有事儿。哎，陈坤！哎，你们，吃好喝好啊！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小苏姑娘她像一个人？谁啊？苏家老二苏北。哼，以后阿姨，这次你可看差了，差十万八千里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妈那脾气你也知道了，你这话千万不能跟她说的，你要跟她说话，她翻脸的，不开心的。哎呦，我晓得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跟她讲。对对对对，你去喝两杯，我一会儿找你喝酒。过来找我啊！哎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亲家，来喝。我不喝，宝宝不让我喝，我不喝，不跟你。小南，你听我说。我不要听，小南，你听我说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你走，我不要听你解释。小南，这次公派留学名额竞争特别激烈，我当初只是想去尝试一下。你不要找借口了，行吗？我们不说好的一起选学校，一起出国吗？你是怕我拖累你，对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。陈坤，我这么支持你，我把你的梦想当成我自己的梦想，我以为这次我们的未来终于要绑在一起了，可只有我一个人像傻子一样的站在原地，你已经打开一扇门出去了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小娜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。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口，妈妈就……你怕我生气吗？啊？我怕你难过。好，你既然这么在乎我的感受，那你放弃公派，跟我一起走，好吗？我明白了。小娜。小娜。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爸妈工资不高，这次出国留学我不可能让他们花一分钱，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得了，我不能放弃。
我不希望你伤心，可我不得不面对现实。他们的手，那些转身后